好多游戏机哦，这里。做做的，没有做做，还不错。你看，哇，好好吃啊！来来来，哇，好好吃啊！怎么这样？夏天了，我却在烤火。据说吃芥末会让感冒的人，什么来着？鼻子通对吧？给你红包。哇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太浪的后果就是太浪。本来想说更好记得。怎么又给我？所有人都在，我也来。不能认输，对，大家都在拍。哇哦！每天吃素的话，应该就体会不到这种快乐了吧？吃蒜可以杀菌，对感冒很好，对吗？就是会防癌，就是听说这样可以杀菌，那我就再吃一个。这个蒜吃起来有一种土豆味儿。我觉得它的土豆像跟蒜一样。淋上一层蒜。放一下拿来阳台吧。哦，好。据说这家汉堡特别特别好吃，让我来试一试。肉是比较湿的那种类型，湿哒哒的。好的，那就不拍到你。今天这边我过来拍照，好多衣服哦，然后景也很多。既然我过来特别特别特别远就是了。最后扎了双麻花。我们两个选择恐惧症，一直在纠结到底双麻花好还是双麻尾好。我觉得应该双麻花吧。光好一点。没有录到，
的话。